火车。先来到这个是瑞穗火车站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这么久？原来就是等那个火车。因为这就是右手边是瑞穗国中，在右手边的话进去是瑞穗国小。那瑞穗的后面的从鹤冈文荡都是要从这边进来的，这唯一的一些条的道路的部分。那等一下火车呢就会往前走了，这就可以看到整个火车总会从这边经过。火车要来咯，哦，那火车要有的就是要慢的就要等快的。